在这里，脑壳痛。哎，我的刘海好稀疏的样子。不行，万一我被扣钱了怎么办？红了，哪里红了？我之前我扣过一次钱，我乱丢了一次头花，扣了50块钱。不管，我已经删了，我不会恢复的。万一扣钱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跟你们没完。不，应援会不准传，不准传录播。你们唱我有什么用？不行，举报什么？我录播已经删了，你们去找谁举报？到一桌，哎，我懂。截啊截啊！我已经删了，你们截了吗？我录播已经删了，哦，他们录播，谁要是传录播，就是跟我作对。他说：“粉丝说，我怕你哦。”哦，我好难过。我是 C 队。啊，不行，我好喜欢这个公主床，爱她，躺她。爱她。我爱这个床。不行，太奇怪了，这样。不管了，我以我的能力范围内请大家吃东西。因为其实我现在还剩600块钱了，在北京，然后我妈妈。然后我买那个饮料是我妈妈帮我买，我没有躺着，我是，好吧，我好像是躺着，我妈妈帮我买，我就很酷。啊，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吧，大家搬点砖都不容易。不，这不是搬砖，我这是梦想。梦想。哦，现在是满账，北京是满账，我哭了，我要去。对。不过我还真的，希望，觉得。我让他们变成一个梦想、泪水、财富。没有，有躺一日游，对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我自己我觉得还好，其实因为机票省了，我一定要去故宫立个 flag。以后可能我不是搬砖，我要回去切肉。他们真的，他们说我和左心像两个小朋友一样吵着要去故宫。啊，不嘛，
啊，我想去故宫，真的想去圆明园。在一个地方吗？我不知道。挺近的，好像。悠唐好吃的多吗？快点快点发攻略，北京的朋友们。圆明园很远，他们说。好吧，那去故宫吧。嗯。哇。嗯。他们那个7月7号有工体群星海城作品试听嘤嘤嘤的会。嘤嘤嘤！我最讨厌这种嘤嘤怪了。有音乐会。就是我有看，大家给我的攻略我都看了，但是你们知道吧？就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啥的话，别人给你发的攻略你看起来是杂的，然后你看不懂。然后大家给我发的我都截图并且都存了，但是我没有印象了。哇哇，那次拍照好看。啊，不是，是大家推荐的那个，感觉我有点不在我的策划范围内，因为那些地方我没有听过。还有一个大家推荐的路线很杂嘛，就是说你逛逛商场，然后去哪哪里。但我不想逛商场啊，我为什么来了北京我还要逛商场？难道是为什么我又没有钱，为什么要逛它？而且我觉得就是去那种，你说去海外我都能理解嘛，逛商场，因为有那种免税的东西，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。但是你都在一个地方，商场不卖的都是那些东西吗？但是广州的商场不一样，广州的商场有很多软妹店。我们再叫我们去清华吧，登记身份证好像就能进去。吃东西，故宫里面可以带吃的吗？好像不行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要去故宫，谁都无法磨灭我的意志力。听说抽一天去故宫，然后攻略就是，我真的，我攻略我去年就做好了，就是故宫的攻略我是做了的，就是说不要走那个中轴线直接进去，要绕，然后就一个蛇形走位。真的，我是从去年开始做攻略的，我一直说想来北京，然后巡演就来了。但是我是在计划是冬天来的，然后我跨年的时候的愿望就是看雪，看紫禁城的雪。看我好累这里。然后你做的那些梦我都知道。然后就是说在网上订了票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取了票，然后拿着背包以最快的速度往里奔跑，从里逛到外面，你就会感觉到君王早朝的一般的快乐，就会感觉到人潮拥挤的感觉。不，我要奔跑，奔跑在阳光蔚蓝色彩的风景，我听见故宫的旋律。去了故宫以后，说不定我的那种能够发现我的前世今生呢，原来我是这里的格格。哦，什么？原来以前我是个皇上。阿玛，以前世金书可能在故宫的外面某个店铺切牛肉吧。我的钱全是在那个换衣局里做衣服。阿哥，嗯。而且我有带汉服的改良来。
一种相思花自飘零水自流。辣条哦，天安门升国旗啊，好像这边离天安门有点远，我现在排队看升国旗还要排队吗？是的，占座位，占位置要占座位。那怎么样，我以前读书都是六点钟起来，清早把人爬出去外出旅游，我要去天安门看升国旗。嗯，有事想要吃问豆吗？你现在有的不是啊，他们吃的那个涮羊肉我完全不会吃啊。我不是没吃饱，我是没吃，压根就没吃。我可以卖给你的肥仔快乐片。对啊，加快乐片。哦，你哦，你吃了胃了。嗯，而且我还没有买专业的防晒衣。给你们看，伸出了小脑袋，我也想出道，怎么办？出！姐姐再此一举了。明天，你猜我是谁呀？水果吗？水果晚上配送费我也看了，八块钱，北京，太贵了。一起摇摆。我本来回来就说点东西吃，本来我在楼下买了泡，想买泡面，然后后来觉得好冷，快点给我关，给我开高点。把我的裤带打伸了，哎呀，我就喜欢这种白色。本来我东西都买好了。哇，你太准哥了。对啊，我就是像个公主一样。嗯呐，然后你看到配送费八块钱，我就没买，然后楼下的那个泡面也没有买，觉得泡面不好。哇，诺诺前辈发微博了。诺诺，洛洛，洛洛。奔跑在。陈佳，我刚刚吃东西的时候忘记我在直播了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吃下去的。你吃东西的时候很臭屁，臭不屁。特别是边吃边说话的时候，我忘记我在直播。你完了。嗯。谁说我没有的？嗯，它为什么是这么粗的一根啊？好讨厌，我想吃干的那种。你把我的这包辣条，作家帮我艾特一下其他人，问问有没有想吃卫龙的。我觉得你吃不完，一整包。我吃一根。好。嗯。谢谢。嗯。
以后我要做一个吃播主播。嗯，今天来品尝的是神户牛肉，今天吃的是西冷牛肉。今天吃的是剔骨牛剔骨，今天吃的是。我要准备卸妆了，可能又得直播卸了，因为不想那么早关。哇，一说到卸妆你们好兴奋呐。嗯，我先把化妆品收起来。我这种时候是应该说，要是，要不然我就直接来说，不，没有东西，黄牛们不要想了，怎么可以骗我骗？哦，这不算骗吧，这算牟利。没有啊，我妆太淡了，我妆已经掉的差不多了。先把脑壳上的东西拆了。哎，化妆面是你的哈。嗯。哇。那抽屉以后还是呢？哦，我跟你们说吧，我的。好快，我先。我的眉毛被我剃没了。这边这是画的。哦，但是也不，我在给粉丝说，又没有，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，你干嘛要盯过来嘛？你是心虚吗？嗯，嗯，我给你锁抽屉。这个神器推荐给大家，这个就是可以降拧开它，然后又可以，对不起，然后变成一个一个的分装瓶，就下边的这个好像不能拆了，然后就是四格四合一的，然后不是我现在想用卸妆的，我把它拧开，然后暴力卸，嗯，你暴力卸就会长皱纹的，轻点。我没有湿巾纸，嗯，轻轻的拂过去，嗯，对，这就是旅行装的那种袋子的感觉，嗯。我还带了个笔，带了个本子来，可能有机会去参观了清华大学，就会开始发愤图强，然后考上旁边的，哦，考上北大。它可以拧开啊。我就不一样，我是考中戏。你身高已经输了。哎，是。就把它拧开就可以拆进去了，它上面是拧的。嗯，因为其实我上妆以后氧化蛮快的，就是用白的粉底它也会变黄。说你是中央戏精学员。今天妆好像
你在看那个吗？嗯。哦。这我皮肤偏干，也不是很好，看着不好，但是脸上没有太难看。勾兑啊，你们看看我勾兑和哪些人互关了呀？但是我觉得会有反图嘛，虽然有人拍。有口袋明文禁止不准直播卸妆。嗯，哦，这原来也没有很多了。嗯，然后再用一个我眼唇的那个，在你那边吗？哦，在这，可能把刘海放下来就好了吧。真的哪里好了，增加的皮肤其实比较好，但是它要遮瑕，它就黑眼圈重。可是我是属于重。我应该，我是要看那个，我应该看这个呀。我把刘海放下来了，有点点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走机场化的淡妆，哇，但这个光会比较吃妆，就本身就感觉没怎么弄。哇，可能会有差，你看。睫毛短一点点，好。对啊，哇，好像黑了一点，真的好像黑了一点，卸完以后。拿近一点吧。没有，这个房间比我们的房间大。我们重庆市每一间格局都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所以好了，把东西收好。嗯，牙齿上卡了个辣条。我把洗面奶扔进去。可以在厕所里试下。嘿嘿，好黑啊。
东西。这个很明显不是宾馆，这是生活中心。清早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。对啊，嘴巴没有卸掉。嗯，我要出去，待会儿我冲个脸好了。我该卸一下这个，卸一下这个磨皮，让我有一种我肤质超好的错觉。我冲个脸，我先看看好不好看，因为卸了以后脸上会很油的。好丑啊，我是谁，我在哪。嗯，不行，我不能说自己丑，然后说自己好看，疯狂爱惜自己。我的刘海，哦，北京的水要放一会儿才热吗？不知道啊，好棒啊！应该刚刚洗完脸比较好看。你跟你们可以放一会儿嘛，因为在这边不用交费，嘿嘿。我不能喝冰，这怎么办？哎，还可以这样播哎。好像美白开到最高了，也没有很白。算了，找个好看的角度。嗯，嗯，哦，我也看到了，现在看到风车，特效有点好看。
是这样的。嗯。写干净了吗？哎，我想，哦，在那儿说话居然还有回音，好酷啊！你听，哎，哎，哎，啊，喂，你好吗？好，三D 环绕，我困了，你吗？你不能睡呀、啊，给我嗨起来！嗯。哎呀，这边有个灯光显得我好黄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可是不要这个黄灯，不要再问我了，我怕涨价了，我的粉丝买不到东西了。买不到票了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可以关了呀？因为我好像想讲的东西都讲完了。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？算了，美颜还是要的。嗯，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那边吵完我这边都凝固了。我其实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路程，我只知道走的时间，我也不知道过去要多久。好了，我要去洗洗睡了，我顺便收拾下东西。巡演加油，加油！会早起吧？忘了，我都不知道，好像还没说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哦，对啊，枕头都还没买。哦，那里有毛巾可以叠成枕头的样子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晚上睡不着再给大家讲，拜拜。